我覺得最大的幫助應該是人際關係。我覺得而家即係出嚟做嘢，其實真係好需求、好講求人際關係。咁我覺得識多啲朋友，咁喺唔同途徑識多啲朋友都係好事。同埋依個比賽可以即係令到自己知道自己嘅優點喺邊度啦，即係好勇敢去表達自己嘅專長，我覺得係幾好嘅。咁我投咗俾二號呢位蔡小姐，因為我見到佢讀依個科咧，我曾經係啦，有一個女朋友係讀依個科，情意結。佢依一個科係可以令到即係嗰個學生啦，咁佢係可以幫人去執靚啲衫嘅。譬如你買一啲褲，買啲衫唔啱 size， 完全唔緊要，因為佢可以幫你改嘅。咁佢嗰時女朋友有冇幫你？有潮咗嘅。我係有一條運動褲好長嘅，我諗係百紐褲，百紐褲好難改㗎。但係百紐褲，咁百紐褲係好長嘅通常，但係都可以改短嘅。咁所以我覺得係幾應該繼續加油喺依方面。好啊，男仔咧？男仔我揀咗14號依位羅生，因為我都係羅生。係，哇！係啦，背景都係因為你都係自己製作，係音樂，係做音樂，所以覺得有同感。誒，覺得有同感，係啦，咁所以我投咗俾佢啦，希望佢可以，希望佢可以好好咁利用呢個平台啦，係啦，喺依個平台度繼續加油啦。好啊，好，多謝曬，多謝。